弟兄姊妹，大家早晨，欢迎大家参加我哋新美加烈堂嘅线上崇拜。愿主与你们同在。我好喜欢人对我说，来呀，我们一同歌颂主。上帝是灵，人要归于上帝，信父、信子、信灵。让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求结心祝福。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蕴藏的，也望不过主。求主用心里的感化，结清我们心里的意念，让我们全心爱主，紧紧归荣耀于主的性命。借着是靠主和主耶稣基督，阿门。祝门，我就一切来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借着我们真实信心的悔罪，你就已赐给我们你的众仆人恩惠，使我们能够认识永生三位一体上帝的荣耀，并在神圣尊贵基督的太年里敬拜合一的精神。求主保守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信心，以使我们能抵受各样逆境困苦。这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是与圣父、圣灵一同永生掌权，永为独一的上帝，世世无亲。阿们。
哥林多后书13:11-14，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扶摇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上帝的话语。今日天意吞见门系记载在马太福音28:16-20。12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凡有言而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上帝的话。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与你们同在。我想问大家，有冇听过在啊世间上有一间完美嘅一间嘅教会呢？那如果你寻到一间嘅话，就好像我后上讲嘅，你就唔好拣一间教会哦。做咩嘅咧？因为当我哋搭一间教会嘅时候，一间教会就因为挨老埋二咧，就变成唔完美咯。做乜嘅咧？因为我哋每十年都系五环会嘅，我哋每十年咧都系催年。如果天司机嘅教会系环会嘅话，我哋就没有也基本在神约嘅属性咯。加拉太嘅信徒，佢都离开去恩典，佢都斗尽日日嘅立法主义。以弗所教会嘅一啲嘅信徒咧，后脚都失去去。佢条老耶稣基督嘅天赐嘅爱着嘅爱，老大家嘅教会嘅信徒，佢条里面咧，佢叫做不冷不热咯。果然多嘅信徒啊，真系多，乜嘅多咧？系问题多多，又有分裂嘅问题啦，不道德嘅行为，错用海日嘅属灵嘅恩赐，婚姻点点嘅问题，什么一啲主日嘅经文呢？就用来思考到对什么一体上帝的理解，上帝的理解，让明嘅能够帮助我哋解决教会嘅问题咧。当我明白，开始慢慢嘅明白什么一体，让明帮助我去面对教会嘅问题咧。保罗在侍奉服侍人哋嘅哥林多信徒嘅时候，面对到好多嘅艰难。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13，他就对着了呢，作为一则最后的一则的祷告。所以祷告的背后，我们就看到神会热体的一则的祝福。所以祝福的背后，我们就看到保罗里面强调神会热体的独特性。保罗所以祷告的背后，要神经世界祷告呢，后以的了同差。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3:14，其中祷告讲：因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今日早晨呢，我哋再学习保罗怎么介用日日嘅祷告来到结束嘅一封书信呢？以及三位一体的上帝，两名嘅能够帮助我哋，也帮助当时那么紧密嘅信徒呢？来到去解决，来到去教解决教会的问题。在这祷告地方，我就看到一只嘅顺序啊，翻印开我就基督徒的一只嘅经历。首先，我就看到我就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或者我就有主耶稣基督的一只嘅恩典。乜嘅叫恩典呢？恩典就系我就得到我就唔配得嘅东西。
肯定将我都得到了我都唔配得嘅东西，作为叛逆上帝嘅尊严，我都系唔配得，我都唔应该得到一只嘅饶恕，攞埋一只嘅救赎，我都可以讲咧，真系大事啊！因为我都背叛去上帝，但系上帝嘅充满一只嘅肯定。佢跳过耶稣基督向我哋赐下嘅嘅一只嘅恩典，所以我哋系应该遭受一只嘅审判，面对天一次一只嘅死亡系时间嘅。但当我哋转向耶稣基督嘅时候，神就免去我哋就免去去上帝嘅审判，永远嘅灭亡，埃及就系恩典。所以一只嘅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在当老我哋讲到我哋家族一只嘅火候嘅偷利咧，跌出一只嘅恩典啊！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以自己火候，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火候的偷利托付了我们啊！家族一只嘅恩典，保罗也讲，我就可以成为富足啊！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他本来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啊，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呢，何以成为富足？也就只会讲，当我哋唔曾遇到耶稣基督之前呢，我哋每个人都系贫穷噶，我哋系完全嘅在苏联所讲，我哋系破产嘅。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上升其去，我们就可以分享其所有的一些财富。今天我们是上帝的一日的儿女，圣经讲乜嘅啊？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啊！乜嘅意思呢？我们是上帝的继承人啊！攞埋乜嘅？攞埋耶稣基督共同的一日的继承人啊！所以由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就能够得到一切。有人讲麦加唔叫恩典啊，又英文说 grace 啊 ，grace 有人讲出 God's riches at Christ expense 啊，上帝嘅丰富啊，里面得出咧，就系耶稣基督去付上一日嘅代价，我就得到将得到上帝嘅一日嘅丰富。上帝牺牲去佢自己嘅礼主，会在爱洁清每一只接受佢嘅礼主嘅人嘅罪，啊用佢做掌印去对人嘅人类嘅一只爱，谂埋一只嘅恩典。上帝冇去惩罚人类，而系惩罚佢自己嘅儿子，也向佢嘅儿子来到去倾倒佢嘅愤怒。也就是上帝对人类最大的最大的一只嘅恩惠，也就是恩典。每一只接受上先耶稣基督的人呢，也没有再因为自己的罪受到一只嘅惩罚，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一次过受了惩罚呢，就会害挨老万二。当我哋要去做耶稣基督嘅恩惠恩典嘅时候咧，我哋就要了解到上帝嘅爱啊。保罗在第十二节嘅时候也描述过啦，佢讲上帝系乜嘅啊？系仁爱的神咯。上帝对佢嘅子民嘅最爱嘅爱最大嘅表现系乜嘅咧？保罗就在罗马书五章六节到八节啊咁讲。佢讲愿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天的热气为催人事，为依人依人事咧，系受扰的；为人人事咧，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我哋还作催人的时候为我们事，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当我哋系以上帝为铁的时候。当我哋当上帝矛刀嘅时候咧，上帝就跳过拯救我哋，嚟到表达佢对我哋嘅爱。有些嘅基督徒，包括我哋自家，在我哋好软弱嘅时候，
其实我都也念过爱放弃服侍主，甚至呢也放弃对上帝对我的嘅呼召，甚至有啲人呢佢就爱放弃对耶稣基督嘅爱着嘅信仰啊，或者系离开教会。我哋有人个念法咧，其实一啲原因咧有好多嘅啊，可能有些人喺宴会其实教会受到渺渺然嘅伤害啊，可能宴会在生活中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嘅考验，所以让佢啊念到好像上帝离开佢，好像好远，甚至有些人可能喺对教会嘅念头好失望，或者老啊渺渺然咧。有日日嘅冲突，所以我哋可以用自家嘅观察啦，或者我哋用我哋自家嘅经历咧，来到讲好多好多嘅原因。我哋要问一个问题：直到今日，我哋还能够撑落去嘅原因系乜嘢咧？我哋还能够顶到今日，虽然面对好多嘅一啲嘅艰难。甚至有时面对好多嘅一啲难阻，但一啲嘅困难，但系我哋仍然嘅能够撑到今日，系因为乜嘢咧？系可以咁样讲。虽然经历可以些非常艰难嘅时期，多年来我哋一直咁样撑到撑见起，所以有乜嘅东西是我哋撑见起咧？咩因为我哋对上帝嘅爱？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有失败，我们也有没有爱上帝，我们有时候也忘记上帝对我们的爱，有时我们将我们的期望，我们将我们的期望呢就什么就寄托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当有人认识到我们失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情也紧紧什么跌倒，直到我们仍然能够行在一条路，直到我们能够维持的是什么？是我们越多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也就是直到我们好多人仍然能够坚持能够撑下去，因为我们越更加的了解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佢冇放弃过牙条，虽然讲有时候牙条念想放弃，因为别人对牙条唔好，因为别人跌碎牙条，但系牙爱而基建咯，上帝冇跌碎过你啊！上帝对一啲因为敬拜偶像，佢要去跟从一啲嘅家臣，而使到佢要彻大嘅失败嘅一啲嘅以色列人啊！上帝对佢了讲，我以永远的爱咧来到去爱你啊！无论你系变成乜嘅样，我仍然嘅还系爱你。有只永远嘅爱在希伯来门咧，系阿哈弗俄林啊！有只嘅阿哈弗就系爱啊，有只俄林就系永恒嘅，有只嘅意思。嗱，有隻嘅係俄哈威俄林咧，係猶太人，佢哋在晚神夜嘅道教崇拜地位，天意就佢哋愛配嘅一隻嘅一隻嘅道教啊，一隻嘅宗教啊，有隻嘅道教咧就提升佢哋上帝咧，在好嘅時候，在佢哋唔好嘅時候，在信件嘅時候，在逆件嘅時候咧，上帝就愛佢哋嘅。在黑暗中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夜间就乜嘅啊，老危险咧啊，要间歇嘅。虽然在危险当中，在夜间当中，演着上帝嘅爱，其后报复嘅条。但是问题就咪，请问你最后拜用家对你讲爱爱你啊，系乜嘅时候咧？当牧师在下一边工作的时候，艾亚在一旦念下这牧师娘呢最后拜对艾讲艾爱你呢是几时呢？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见呀让你一切的话呢，艾就请你对他讲艾爱你
啊，做社民制嘅。如果你嘅父母见一老二邪嘅话咧，我也爱鼓励你对你嘅父母讲咧，我系爱你啊！啊，见一你就就可以咁做啦。或者当你嘅丈夫、当你嘅太太或者你嘅社民制对你讲我系爱你嘅时候，我哋当中有些人可能后或者解麻皮都去啊，打菜也汤咧。又会宇宙嘅永恒嘅创造者咧，佢对我哋讲，我以永远嘅爱来到爱你，我爱上爱你啊！当上帝讲我哋佢爱上我哋嘅时候，佢用永远嘅爱来到爱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即刻反应，我哋应该嘅要就好疯狂嘅。而集嘅反应呢，来到去爱我哋嘅上帝，我哋真系了解上帝为我哋做开乜嘅咩？我哋真系了解我哋领受开一只好奇异嘅一只嘅恩典吗？如果系嘅话咧，做乜嘅有时候我哋嘅反应系很冷淡嘅，保罗祷告也种爱。佢就祈求哥林多嘅信徒能够体验到耶稣嘅爱，对亚丢来讲咧，当亚丢得到耶稣基督嘅恩典嘅时候，亚丢也将认识到一种阿哈弗我谂，就系上帝从上帝而来嘅一只永远嘅爱。最后咧，因为亚丢有耶稣基督嘅恩典，亚丢也体验到心灵嘅感动。或者心灵的相交，心灵的一日的团结，在上个礼拜我们便提醒在五旬节的时候，心灵降临开了，教会就诞生。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留心灵要相交啊！广东话就讲乜嘅啊？有偈有偈倾啊！也种嘅相交系知道乜嘅咧？知道心灵留我们的灵相交啊！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嘅讲乜嘅啊？心灵与我们的心同真，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有只相交，又喺讲到乜嘅啊？一讲到上帝嘅灵出在人嘅地波啊！所以有只嘅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天，神的灵出在你们里头吗？心灵在亚条地波啊！所以当亚条建立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大家都后熟啊，亚条邪嘅来到去破或者以邪嘅来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亚条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嘅恩典嘅时候，跳过去我哋留上帝符号，还有我哋唔单止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哋还有两趟嘅三章十六节，就系哥林多前书休书嘅三章十六节，就系哥林多前书嘅三章十六节，留我都讲，见到我哋要耶稣基督圣灵就出在我哋里面，我哋就系乜嘅啊？上帝嘅日日嘅天。天呢就三章十六节，就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因为我哋要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见呀，我哋留上帝之间嘅拍子咧也除去咯，我哋留上帝之间嘅一日嘅隔膜咧也除去咯，但他们的心既是归向主咧，拍子就既是除去了，我哋可以跳过耶稣基督。直接嘅能够留上帝交通，留上帝交流哦。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保罗为哥林多信徒做最后嘅祷告嘅时候，佢就提醒佢哋爱解决教会嘅问题嘅关键，咩才非要嘅本身。当时的哥林多信徒，那么见一所有的信徒，
亚了后别切的树幽，也就是恩典慈爱，那么也就是上教的，也就是祝福。如果信徒真系靠上帝嘅恩典，攞埋慈爱来到生活，啊用哥林多教会嘅见证，使到佢哋欢乐嘅问题就得到解决。如果我哋要靠着上帝嘅慈爱，攞埋恩典来到去生活嘅话咧，见面教会嘅欢乐或者教会嘅冲突，冲突也能够得到一只嘅解决。教会是一只的神迹，在2000年前不存在的时候诞生去，只有上帝的工作才能够维持教会。人的技术、人的才干、人的节目，或者是在线，或者是现场的崇拜，都无办法使教会得到佢应该要的一只嘅水平，或者是上帝所爱我哋要得到的，请系上帝能够做到。如果我哋每一只嘅信徒，我哋就靠上帝嘅恩典，我哋就在上帝嘅爱底背，我哋能够参与圣灵嘅上教，靠圣灵行事，唔系靠肉体行事嘅话咧。还要压掉就能够成为教会答案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压掉将生活在日日的祝福当中，演着运用呢，压掉也成为必然的日日的祝福。所以这种就会当压掉经验到也会甚为热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让我们求上帝是我的信徒安用的一只的基督徒。所以只要用我的就用一只的神威意志的祝福来到祷告，我的且祷告。因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相教，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因为我们要斜来到创有少的诗歌恩典之路，就当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上帝的一直的爱，我们也能够留一直的心灵，有一直的上教，有一直的团契恩典之路。地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
愿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尼基亚圣经来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圣，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抄的，以父以体的，万物的黑叫做主受抄的。主为要拯救我们圣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同真理玛利亚持续肉身，变成为人，在本地比拉多受下，为我们担十字架，避开受死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与他人又再降临，审判发言圣人，他的脚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赐三面的拣言，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严，承受属圣的传言。我信唯一圣义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扎。我承认三岁舍利的独一舍利。我指望圣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门。听众们，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敬酒神的在先生的崇拜再等我哋要健康的报告需要大家注意的天主我哋在先生的先传崇拜上个礼拜我哋已经要去天主的教我哋教会的在先生的先传崇拜然后我哋在仪式以后六日呢一日的礼拜呢我哋也后有一日的先传崇拜在这礼拜也是一日的父亲节所以后天的一日的日子就用我们依偏我们的心也依偏我们的家庭呢来到参加一日的先传崇拜天意将我们潘公室的开放的时间我们是从拜日去到拜六等礼拜就是有事所以或者有其他任何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打电话并我们的牧师传道或者是并我们的同工如果面罩热呢日日的潘公司就谋害了因为面罩热是我们追究燃烧的日日的省热所以是共中假期接下来就是梦松道教会所以我们感谢主日日的道教会不单止我们的神秘的弟兄姐妹参加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呢也让我们热切的同心的来到为世界为极的为我们的教会来到祷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如果你们见音过日子的在新上的祷告会每日拜三八点钟我们热切的来到祷告
嗱，主要用嚟将我哋嘅识别风险，我哋爱多车梯架，在风险上嘅日日嘅重视，在先见数运用让我哋降到，结果各人爱随着线索错颠嘅，不要作难，也不要勉强，因为拣择乐意嘅人呢，系神所喜爱嘅，所以用我哋基督嘅，能够在日日嘅风险上来到重视，也能够抓住风险呢。来到去表达我哋对上帝嘅感恩，今日用我哋依篇我哋嘅心，我哋进入推导嘅时间。我爱天父阿爸，多谢你，因你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系我哋避难所，系我嘅力量，系我随时帮助嘅主。现在我们现在将我们的颂会列将传道教会领袖祈祷求上帝的智慧引导我们的会列将传道教会领袖的行动管理能有新的恩膏来执行教会的事工上帝来困惑照顾保守带领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现在有行动一三年的祈祷将它交给主上帝你祝福一三年使到个弟兄姊妹也能够每次为啲人祷告的时候上帝你都群括照顾佢哋使到多啲人嚟跟从我哋嘅主耶稣感谢主赞美主为咗我哋国内嘅经济同人民嘅财政喺佢嘅日子里面得咗医治同修复祈祷上帝你知道家下佢哋爱得咗医治上帝你带领保守他们看顾照顾他们的生活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新达根的上业和经济去稳定现在很多都关闭失去工作的人上帝你带领他们在他们跟随主的时候他们有主的看顾他们的经济来保守他们感谢赞美主我哋又为咗呢病毒，希望上帝你快快嘅俾佢哋过去，使到嗰啲人民好生活，俾到佢哋心怀意念，更加爱主、信服主。祷告祈求感恩系奉爱主耶稣基督嘅圣名而求，阿门。圣经书阿农记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在天上为我们开桥，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爱凭信心悔改认罪，以坚决的心志遵守上帝的诫命，以忠言生活在亲爱和睦中。我们一起来认罪。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所缚、乱欲，面对孤犯的罪，我们实在为我们的罪伤心，现作先知也是基督为我们消失。我们要悔改，父啊，赦免我们，在我们新的生命中加强我们爱主和顺服主的心智，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门。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借着圣灵的带领加强你们侍奉主的力量，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门。我们遵着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已用的筵席，求父今日赐给我们，要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的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基督、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们。愿上帝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报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信主我主耶稣基督。有愿全能的上帝
信父、信子、信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愿你们平安回去侍奉主。在你手中